从民国五十年代、五十年、六十年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夹道欢迎这个事，只能从电视上黑白影集看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解析度蛮低的荣工少棒队在被人夹道欢迎，所以我觉得很遗憾，所以请多包涵。但是我们不怀疑，虽然这么遗憾，但是我们还是不怀疑，一定要带来这首歌，一定要带来这首歌，这首歌叫做站起来
我不是一只鸡，救命鼓励啊，我被他带去
慢慢习惯，我会慢慢习惯。我会慢慢习惯。我不敢看，我很怕转。好，好。我在想为什么这样？可以，这可以，这个很不错，很不错。丁先生，哎、欸，怎么样？现在来发表一下你今天练团的感想。今天我觉得很快乐啊，反正。为什么快乐？因为我有唱到我想要唱的歌啊。那我们那一段勾引你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是会被吓到，但是我会慢慢适应。好，好，接下来，杰克先生，你今天练春练团在做什么事？今天啊，做很多事啊，骗很多妹妹。啊，骗很多妹妹，骗了几个？啊，今天啊，不知道。收获良多是不是。收获良多，但是呢，也蛮过瘾的，晚上更爽。那现在访问你会不会紧张？蛮紧张。你看我现在的样子。不要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虽然是呢，脸上看起来很凶悍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害羞的。对，他很善良，他很善良，我可以作证。我们的电梯怎么还没来？我不接受访问。这是路人，罗斯先生，他是我们的吉他手。你好，大家好。对啊。你今天干嘛？你也喜欢红色是不是？对，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红色，就像我们夹子一样，我们夹子一定红的、啊，就是这样，一定是红，一定红，一定红，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对夹子未来有什么期待？除了红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当你正在这样走到这边很顺的时候，大家已经很有默契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样是很棒。不要问我了。好。啊，我们的小娟美女，她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哎，大家好，大家好，是小娟。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从桃园。桃园，哎，听说她从事这一行有几年？还好啦，快十年了。快十年，今年几岁？这个要讲吗？你可以再轻一点，很年轻就是20以下。小娟帮我签个名，帮我签个名，后面好不好？不是，我说你。那今天来练团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今天蛮嗨的了，有些灵感，回去还要再研究一下。对，好，那换我们的害羞小潘，是很嗨的嗨。啊，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哦？这个我看到他，我也变得很害羞了。好，可以剪掉，再见。跳过了，直接跳过。今天吃饭了没？哦，吃得很饱，谢谢。吃什么？吃什么？不会啊。我忘记了，你看他很害羞吧？那你可以确定你搭出来的是什么吗？啊，搭出来就是那个啊。你可以确定你就是排泄物那种东西啊。好，几年次？啊，六十。这是秘密是？六十啊，我可以很坦白告诉大家。他什么星座？摩羯。摩羯座，摩羯座觉得自己摩羯座是什么样子？很害羞吗？摩羯座的样子啊。很害羞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听说摩羯座野心很大。哦，好。我们的舞者。他是乖乖，也就是燕儿，啊，我是燕儿，嗨。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是网路上，对不对？网友大家好，我是娜娜。娜娜，今天觉得如何？我今天觉得勾引小英那一段最好玩了，因为刚刚小英的反应不好，小英的反应不好。对啊，但你知道啊，小英她是一个，我觉得她是一个很闷骚的人哦。她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她在歌曲里面啊，会非常非常的。外就是很野啊，或者是攻击性很强，就像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姐她说，我们主唱攻击性很强。其实我是觉得说她内心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她在平常的时候都是非常害羞的，不要被她骗了，不是？那我呢？我反正我就是舞者嘛，要不要来秀一段呢、啊？不要不要不要，好，快乖乖。啊，我要反问我自己吗？对，好。我接下来我要想一下哈。请问一下，乖乖，你坏不坏？我从小到大都很乖，所以我就叫乖乖。这样子，就表里如一，对不对？我跟你一样，可是我正好相反。这样，你是外表好像很刚正，可是其实内心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啊，那我是外表看起来好像觉得，可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像只乖的小猫一样的，我就是这么的乖顺，这么的。小颖，那什么意思？我觉得你不要忘了，我还要挑逗你。我们需要培养出非常好的默契，难道你忘了我们吗？哈、啊，我们的光明未来就在这一段。好，我们夹子乐队就是这样子，很奇怪的一个乐团，希望各位能够接受这样子，谢谢。对，就像其实，当我们在。舞台上面，然后去舞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下面的人去看到的时候，他会有他的欲望存在。我们也希望去挑逗出你的欲望，可是我们期望他去正视他的欲望，因为那是绝对会出现的东西。那不见得是经由我们的挑逗而出现，可能是路上一个迷你群妹妹走过去，他这个东西就出现了。那他必须去了解他的存在性。
说自己在跳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也是蛮愉快，就是说在那个我觉得或许有时候我曾经跟我朋友讲过，他们曾经质疑说，哎，你在舞台上这样子好像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是很贬低女性的东西的一个，好像就很多人说啊，女生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可是 actually 我觉得很简单的是，我在上面我很愉快的去展动我的身体，然后我挑动出你的欲望，可是实际上来讲，一切都还是不可能，所以你得到的是 nothing。我觉得那是一件。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对，一样。嗨，我是娜娜。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我自己很有兴趣嘛。那你说在舞台上跳艳舞，自己觉得艳不艳哦？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跳艳舞有一定的程度，我是觉得是够艳啦，但是其实不是达到我的标准。对，因为我的要求对自己是。有偶像啊，可是不知道名字 ，A 片女主角。半岛爱过期。半岛爱对，不行了。那我是觉得说，像我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想的是，可能观众都是我的爱人，我会这样认为。那我就是尽量的去扭动我的身体，然后展现我美的一面。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是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那得到的那些效果让我觉得说很有成就感，就是这样。跳舞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感觉，那你们觉得艳不艳呢？